Oh, Christmas tree, oh, Christmas tree, thy leaves are so unchanging. Oh, Christmas tree, oh, Christmas tree, thy leaves are so unchanging. Not only green when summer's here, but also when it's cold and drear. Hello, 大家好，我是琳达，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做一个2018年彩妆年度大赏，但是还和去年一样，也是一个 Get Ready With Me 边聊边化妆的视频。我觉得可能这样更能让大家容易看到妆容的妆效吧，所以我们就不多说废话了，马上开始。第一个本来应该是妆前，但是我想起来我忘了涂防晒了，所以就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Murad Environmental Shield 的这一个，是我现在正在用的，它也是一支矿物防晒，我还蛮喜欢的，它质地还蛮保湿的，而且就感觉上还挺管用的吧。这个是 SPF50 的，我现在基本上防晒都不会涂50以下的，虽然好像他们说超过35还是什么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即使是涂个心理安慰吧，也系数稍微高一点。好，那么下期就开始妆前。妆前我选的是这一支 Too Faced 的 Hangover， 这一支呢我觉得非常的保湿，而且它的体验感也很好，它味道啊什么的我都很喜欢，不会觉得很厚重很黏，或者是就任何让你不舒服的地方。顺便提一句，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Tatcha 的这个很网红的这一支，不是特别喜欢，我已经给过它无数次机会了，然后每一次涂呢我都觉得会让你的妆是花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一支就很好用，我涂上以后非常的保湿，就感觉到它整个能够吸收到你的皮肤里面，然后也不会改变你的妆效，不会让你的妆效特别雾面啊，或者特别有光泽感，就是很好，我觉得适合大部分人的一款妆前。据说它也挺持妆的，因为我不是特别容易脱妆的人，所以对这方面要求不是特别高，但是据说它效果还蛮好的。我知道我刚出了一个粉底视频啊，我们的总冠军决出来是这一支 Dior 的 Face and Body， 但是我还是想把年度大赏呢给我的 Hourglass Vanish， 因为它就是一款非常稳定的粉底，不管用任何的妆前，用任何的工具，每一次我涂它都觉得非常漂亮，很完美。那 Dior 的那一款呢，我觉得有点挑妆前，像跟 Tatcha 的那一款在一起，它就效果不是那么好，而且 Dior 的那一款我没有用很长时间，我也就拿到大概一个月出头吧，然后只用过几次。这一款呢我是用了很长时间了，我用的是 Sigma 的 F80 的刷子，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很喜欢这款刷子，因为粉底条呢我觉得它的质地本来比较粘稠，它不容易延展开，所以用美妆蛋呢反而效果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我粉底条其实还是喜欢用刷子上。其实这个奖啊完全是凭心情的，虽然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庄重严肃的颁奖典礼，但是评委颁奖人都是我，所以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好，这个是上完一层的效果啊，真的好漂亮啊，一下这个肤色就均匀了，有没有？然后我再把需要多一点遮瑕的地方再上一层，因为今天我要跟我老公出去约会，所以就妆可以画的稍微浓一点吧。今天这个视频呢我还是想用那个圣诞歌给大家做背景音乐，因为上次我那个千元抽奖的视频那支歌，因为开头有一小段那个背景音乐，然后受到了一致好评，大家都觉得好治愈啊，而且在这个圣诞期间呢听这种歌真的就好暖心的感觉，所以为了满足大家我就今天用这个来做背景音乐，所以大家可以一直听下去，因为很多人都说那个片头太少了，就那么一小段。遮瑕膏呢我选的是这一支 CPB 的遮瑕膏，我之前在视频里面有跟大家说过，去年可能选的是 Urban Decay 那支吧，但今年呢遮瑕膏其实我还是觉得没有一支可以敌得过这一支，所以呢我还是选了这一支，虽然它不是我今年才开始用的，但是我觉得有必要给它提名一下，因为它真的很好用。刷子呢我就是用的 Sigma 的新买的刷子，大家可能在购物分享里面也见过，当时我是想用这支刷子铺粉的，但是我发现这支刷子它确实是涂遮瑕膏更好，因为它那个刷子比较硬，不是像铺粉的刷子需要稍微软一点，需要松散一点，所以这个刷子其实真的是涂遮瑕膏比较好，而且我很喜欢它这个形状，就是到犄角旮旯也
非常的好，涂出来呢也不像美妆蛋 那样会稀释你的遮瑕力，这个呢就是涂出来以后遮瑕力也会非常好。不知道大家妆容视频里面希不希望我把刷子的信息给大家打上，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每次花很多心思去打那些产品名称啊什么，其实并没有很多人看，所以大家给我留言吧。我虽然很想为大家服务，但是也不希望做无用功嘛。粉呢，其实今年我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铺眼睛下面的粉，我一直都在用这个 Studio Makeup 的 HD 粉，但是它不出了，因为很多人都问我，但是大家现在已经买不到了，所以我就不太想去提。但是我铺眼睛底下还是用这个粉吧，毕竟是我一整年都用的蛮多的粉。我们今天就不烘焙了，我刚买了一个专门做烘焙的刷子，非常非常的好用，但是烘焙这个手法我还是需要再学习一下。既然是年度的一个总结，我还是用我平常的化妆习惯，就用 GOSS 大叔的 Airbrush 啊，这个刷子真的好好。我就把 T 区的这个地方稍微铺一点，一会儿呢我们还要铺一支粉，但是呢我现在先把它跳过去一会儿等妆容进行到一段时间，我再给大家看那个粉。粉铺完了以后呢就是眉笔，其实眉毛呢我还是喜欢这个 Cake 的染眉膏，我真的还没有发现一支比它好用的眉类的产品。 Anastasia 的 Brow Wiz 是我最喜欢的眉笔没有之一，但是我现在没有了，我断货了，但是我有很多其他的眉笔啊什么，我就想把它用完，所以呢就没有去补货，然后有两个小样还送给大家做礼物了，所以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是用 K 的这个染眉膏。我不知道去年是哪一支啊，我其实这里面有可能跟去年有的是重复的，因为今年说实在话没有什么太多让我惊艳的彩妆产品，就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可能我这个人比较念旧吧。哎，反正定规则的评委和颁奖的都是我一个人，所以大家就凑合的看吧，不要想的这个是一个什么特别权威的颁奖就好了。这个染眉膏我唯一要吐槽的就是它的色号，没有一款再深一点的，它这个真的是很黄，这个色号也可能是这个好像日本的品牌吧，也可能是他们化妆的习惯，或者我们亚洲妹子化妆的习惯可能就本来就是偏棕色。这支是四四送给我的，他已经给我选的是最深的那一款。下面呢就是眼影了，我们先给眼影打个底。打底的呢我是用的 Sigma 的这个打底膏啊，这一个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提它，它真的是我用过的最好用的打底膏了，它又不厚但是又不是很稀。其实我现在不太喜欢那种流质的，就类似于这种啊，或者是 Urban Decay 的这个 Primer Potion， 就是你涂在眼睛上得拿手指去晕，然后晕半天，我不是特别喜欢。然后这种膏状的我就觉得真的太好用了，而且它又有一点点的颜色可以帮你中和你的眼皮的颜色，如果你眼皮上有很多什么红血丝啊，就颜色不均匀啊，可以帮你均匀，而且它持妆效果也挺好的，就是一款完美的眼影打底。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听任何人讲过，但是它真的是让我非常惊艳的一款，我现在其他的眼影打底完全都不想用了，就想用它。眼妆呢也是很遗憾的，我今年没有一个眼影盘让我觉得惊艳到可以把它放在年度的大奖里面，所以呢我们今年还是用一款我一直在视频里面不停地说的一个眼影盘，就是 Kat Von D 的 Metal Matte Palette， 它是这个样子啊，我真的好喜欢这个盘。除了这个盘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产品，就是 Stila 的 Glitter and Glow 这个亮片的眼影，它有两种，一种呢是这种很亮片的，另外一种就是像一个液体的眼影一样，我会把这两种也加在一起用。这个亮片真的是让我非常刮目相看，好像去年就有用这个，但去年是作为辅助，因为刚拿到，今年呢我又好好的用一下它。在眼影里面呢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这个，因为它真的让我觉得很特别，所以呢我们今天先用那个眼影盘来打个底，然后上面呢就涂一些这样的亮片。我完全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一点准备都没有，但是希望不像去年一样是一个车祸现场吧。我们先用 Sway 的这个颜色给眼睛打个底，然后再用 Fringe 这个颜色给眼窝以下的眼皮上一个色，然后同样用 Fringe 这个颜色在下眼线粗略的给描一下轮廓。之后我们用一支小的刷子用 Velvet 的这个颜色给眼尾的部分稍微描黑一点，就一点点就可以，因为我不想让今天的这个妆容太过浓重。然后给下眼线的眼尾的地方也描一下，
眼影盘的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用 Stila 的这个液体眼影，用 Kitten 的这个颜色，给眼皮上稍微加一点亮，就在眼皮中间稍微涂一点点，然后呢用手指给它晕开。接下来还是用这个小刷子啊，蘸一点点的眼影在下眼线的地方，描一下卧蚕。之后就是我最喜欢的步骤， Stila 的亮片眼影叫 Kitten Karma， 这个部分也是涂在眼皮的中间，也是涂一点点就好了，如果觉得还需要呢可以再加，但是如果涂的太多了要剪就不好剪了，所以一定要一点点的往上加。涂完以后呢稍微用一个晕染刷再给它晕一下。这个眼影虽然是亮片的，但是它不会亮片掉的到处都是，我感觉可以再加一点，所以我就再加一点点。我心里想的是一个很有圣诞气氛的妆容，所以亮片要多一点，或者新年妆什么都挺好的。我用的眼线液呢是 Suku 两头的眼线液，它一面呢是棕红色的，一面是黑色的，真的很好用。这个眼线液真的是我用这么长时间一点都不会干，出水还是很快，很饱满，所以真的好喜欢。每次在镜头上画这个眼线液都觉得啊、哦、会出事故，而且我每次画两边都不一样，因为我的眼睛本来长得就是歪的，就两边不对称的，所以很难把眼线液画成对称的，总是会有一面画的比较好看，另外一面画的不好看。好了，就这样吧，我已经尽力了。睫毛膏呢，当然是我们睫毛膏擂台赛的冠军，就是 Urban Decay 的 Perversion， 这个是一个新的，我还没打开过，所以今天第一次给大家用这个啊、哦，真的好，我一看就刷子我都好开心。因为今天第一天开这个嘛，所以需要氧化一点点，所以浓密牵长效果没有平常的好，不过还是非常喜欢。接下来是修容了，修容我选了一个盘里面的，就是 Tarte 的这个 Pro Glow 高光修容盘，然后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其中这个颜色呢它是一个膏状的修容啊，我真的好喜欢。我之前可能有几个月吧就一直不停的用它，我很少用膏状的修容，但是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我那个 Physicians Formula Butter Bronzer 已经用完了，空瓶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当之无愧的选为今年的修容产品。它就是非常好晕染，而且比较不会怎么出错的，即使是你手稍微重一点你也可以把它补救回来，你就这样一直晕染一直晕，然后就能晕开。我把下面也打一打，我觉得好像脖子看上去特别白一样。腮红呢我选了 Laura Geller 的 Baked Blush， 他们家这个烘焙的系列真的很出名啊，他们那个高光也非常好，都属于比较网红的产品吧。我之前一直没有用过 Laura Geller 的东西，但是我用过他们家那个高光以后觉得哦，真的太漂亮了。然后这个 Baked Blush 呢它是这样的一个颜色，色号是 Tropical Hues， 我之前好像爱用分享里面也介绍过，它就是饱和度还蛮好的，但是呢有一点点光泽感的腮红，所以就涂上去看上气色特别好。而且这个颜色我觉得可以适合任何人，它有比较暗红色的，有一点橘色的，有一点金黄色的，有点粉色的，就都混在一起，就让这个颜色变得很有层次感。虽然你把它涂在脸上感觉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它是可以适用于任何妆容的，就很百搭的一款腮红。腮红完了就是高光了，高光啊，这一支 Fenty Beauty 的 Diamond Balm 啊，我其实不太想给大家看啊，因为我把它给弄脏了，就大家看到这个有点发黄，因为第一次我有别的高光在刷子上，然后一刷它就把它给污染了，但是并不影响使用啊，只不过就是看上去有点丑。这一支高光呢，这使用起来不是最友善的，你得小心一点，但是它是我所有高光里面最特别的一个，就是它看上去是很闪，它确实也很闪，但是涂上去以后就薄薄一层纱，没有任何的饱和度。我给大家比较一下吧，这样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就这一支呢是 Becca 的 Moonstone， 这支就是 Fenty Beauty 的 Diamond Balm。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支呢就非常非常的轻薄的那种感觉，这一支你就看就饱和度很高，但是呢它也很闪，它就是里面有很小的那种亮片的颗粒，但是啊，反正就是在脸上非常的漂亮，所以它真的是
我所有的高光里面最特别的一支了，所以我必须要提一下它。虽然我是不久之前才拿到它，我用的呢是我的 Pure 的这一个硅胶的工具，因为我发现虽然它是这样的包装，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粉质的，我之前用刷子去刷呢就会影响到下面的底妆，就会花掉，所以非常不好。所以你要把它当做一个膏状的高光来使用，这个工具上膏状的高光真的是非常好，它永远都不会太突兀，就永远都是薄薄的一层，你就上的再多也不会给人那种一条高光的感觉，特别漂亮。我是想把它涂的面积再大一点，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整个这个太阳穴这边都是闪闪的。高光都弄完以后呢，大家有没有记得我当时有跟大家说我会再铺一个粉，就是 Hourglass 的 Ambient Lighting Powder，这个我之前在视频里面也有提过，真的是哦，太漂亮的一个粉了，我最喜欢的粉没有之一。所以呢我就用一个特别长特别松的刷子，这个我以前在视频里面也介绍过，就稍微的弄一点点，然后呢把多余的粉都敲掉，然后就稍微的在脸上这样涂一下。我把刚才那个高光的地方尽量避开，因为那个高光属于比较湿的一个产品，所以可能会跟粉混在一起不太好，但是其他的地方呢我就都给它这样刷一刷，就让整个妆容呢所有的地方都融合的特别完美。这个粉我不跟你开玩笑是有自带美图的效果的，你就在脸上铺上这个粉之后就感觉整个脸的毛孔都细了，然后所有的妆容呢都特别完美。我用这个特别松的刷子呢是因为它特别的轻，不会影响到你下面的底妆。好，这个粉铺完之后呢我们要用一个定妆喷雾，定妆喷雾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觉得每一次用完定妆喷雾以后整个妆容呢就都融在一起，就特别完美，而且会让你的妆效更持久，会把你所有的那些粉啊就是特别干的地方特别粉的地方都会给它溶解掉。真的如果大家还没有用过定妆喷雾呢一定要去试一下。我选的是 Too Faced 的 Hangover， 它也是很香，如果大家不喜欢椰子味可能不会喜欢它，但是如果大家喜欢椰子味就可以试一下。它那个喷嘴呢恰到好处，不会让你觉得细的感觉不到任何东西，也不会让你觉得好像一个高压水枪喷在你脸上，就一边定妆一边卸妆的感觉。喷雾喷完如果你把它这样扇一扇，等它完全干了以后它会让你这个定妆效果非常好。最后一步就是唇妆了，这次唇妆真的特别简单，因为我一提到唇妆马上就想到这一个，就是 Charlotte Tilbury 的Posy Kiss， 这个是我在 Nordstrom Anniversary Sale 买的一个套装里面的，我朋友还被我种了草也买了一套，结果呢他送给他妈了，然后再去找这个颜色已经找不到，他好像是限量版的吧还是什么，所以我也很抱歉在这里提这一支，如果大家买不到可能会很难过，但是没有办法，它就是我这一整年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支唇妆，就不管是它的配方啊还有它的颜色啊什么的都让我觉得特别惊艳。这个颜色呢就是你一涂完了以后马上气质提升了两个档次，而且特别显白。好了，我现在赶快去把头发弄一下，我马上回来。好了，以上呢就是我2018年度彩妆大赏加边聊边化妆，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我故意穿的比较冬天啊，其实我现在很热但是我觉得这个妆容好像就是应该比较圣诞气息，比较冬季的气息浓一点，希望有达到这个目的吧。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喜欢这个妆容，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2019年心想事成，每天都开心，越来越美丽。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呢请多多的帮我点赞转发，订阅我的频道，加我的微博 @MissLindaY 在微博上跟我互动沟通。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